玩特集，时间3:32。阿玩 BF5 升到 level 305/306，又见到个中国大人，就即系玩赖玩嗰阵就闹对面嗰队唔知边个 hit 卡，竟然即系佢全程讲紧中文嘅。又話咩沙咩傻逼开挂机，最尾完咗场佢话操你妈呀 ，hacker！ 但心谂多一句，都可唔可以唔好咁柒你啦？竟然喺个美国 server 讲中文咧，系咪一定惊真系会俾人笑死？唔系，通常讲亲中文嗰啲都系唔识讲英文。例如啦，咁我就话曾经我玩嗰阵咧，话我叫佢讲英文，然之后佢仍然继续答中文，唔係仍然都講中文，咁好明顯就係自己唔識講英文。點解遊戲裏邊要講英文？因為英文係一個國際語言，就是、國際間都係互相溝通嘛。但相反，你講中文嘅話，美國你點同美國嗰啲溝通啊？共用語言啊，即係意思係話，全即係佢哋都有一個共用嗰個語言去互相溝通嘅，但唔係嘅。亞洲 server 幾乎全部人都講中文，唔係打拼音，唔係。但係都有一句，我都冇去過亞洲 server 玩啊。亞洲 server 嚟去都係啲 level 十 level 啲 hit 卡嚟嘅，永遠都唔會超過 level 100。唔係嘅，佢話咩？裝一個咩？佢話裝個輔助程式，魔術子彈，跟然之後飛嚟飛去，不用擔心。封完號之後，我會幫你解決，再轉翻拆就搞掂。好卑鄙咁樣真係，意思係話，如果你出車之後尾掛 account 俾人掛 account 封咗之後，再轉多個拆，我就乜事冇發生過。但心諗你又住又封又住又封，咁你到頭都係一個recycle 循環嚟啫，都好簡單。假如假如你嘅只係升到 level 40咧，跟住又停咗啦，又係再次由 level 0，由 level 40咧，由 level 0開始，中然之係不斷咁循環。車卡係唔會超過 level 100幾嘅，有嘅。其實到依家仲有個 level 即係超過150呢嘅，我覺得仲未足嘅。依家已經160呢啦，嗰個 MSJ 唔知乜嘢嗰個咧，攞起支 M1916企喺度都可以爆人頭嘅。仲要係佢應該係教咗自動落腳架嘅，企喺度都可以用腳架嘅，即使冇其他嘢輔助都可以用腳架。我講起話外掛咧，通常話真係 hit 卡啲都係十位數呢嘅，屌啊！絕對嘅説法，啲人都阻住曬嘅，啲人都啲冇腦嘅我都阻住曬。係我點解話好多人都唔會，即係佢哋都唔識講英文，淨係打中文嘅啫，唔係淨係打拼音嘅啫。咁點解會咁講？如果你互相翻起咧，我成日都諷刺嗰個人叫 Derek Sun， 咪頭先講邊個啊？呢個中國大陸定唔知台灣？就係、是、嗰、那個就係8月20號嗰陣，即係我鬧佢廢柴啊嘛，唔識揸 BMO。後屘佢真係唔識打英文，佢真係都心諗真係唔撚係，佢真係唔識噶喎。You can you up， 你可以理想。既然之後去到，跟住又打一堆拼音，之後又講 you can you up。唉，幫我搬下嘢先。總言之，全程都係自己喺度取笑緊自己，我覺得佢啊。唔係咧，最尾佢都係話咩 LOL， 跟住屌你老母啊！
又多個人中意帥，又係 Inreal 嘅，唔知又係嗰個戰隊中意同最難親啲人。跟住然之後，其實我啱講話最尾佢帶 LL 啊，又話講 You Can You Up， 唔係佢呢個 You Can You Up 講咗兩次，跟然之後打一堆中打一堆拼音，但係心諗雖然我係，但我唔係好識睇拼音，我就係識睇楷怪呢兩個字。即基本上，直鏡嚟通常都係出現得最多名嘅呢個字，無論喺邊個地方嘅 server 都好。跟住甚至到三月幾，到佢咁都俾我撞翻 Davidson， 但係佢真係唔識英文嘅，佢個 head 卡個 head 字都串錯字 ，H A C R 唔係 H A C H HACER 唔知咩嚟嘅，仲英文咁差嘅，就係好多所謂數咧都話都容易話 hack 卡啊，咁好似嗰個 no hack 咁樣，殺咗一次就俾佢踢走，最後都 ban 埋。跟住佢話咩你一掛好 OP 啊，跟住又唔知啦。但係心諗依家玩美國 server 玩得幾開心，即係我都唔想再玩你嗰啲垃圾 server， 十幾呢就話開衰。咁唔係嘅，咁。我頭先升到 level 300嗰陣咧，望到一個人就自己衝咗出嚟，跟住然之後俾我殺咗，跟住佢話我 hack， 另一個就出咗嚟，我攞起手槍時佢話 hack 卡，到底呢啲係咪實質嘅證據？總言之咧，即係個嘅嗰啲人心諗啲咩，我係唔知道。上次一個 level 190幾呢，即係依家200幾呢嘅話 hack 卡，實心諗。我攞個 test 殺咗佢兩次，話我 hack 卡，點睇？完全冇證據嘅，即我都想講下你有冇證據證明我 hack 卡，即係都講埋。如果你冇證據證明我 hack 卡嘅話，我覺得你好丟臉，因為我正在錄影中。如果你在我的鏡頭面前展示你的醜態，你真是太丟臉的。我只是直話直，我只是直話直說。但係心諗，話人欺靠啲都要揾下證據。如果你冇證據，你冇，但係屌，如果你冇證據，你冇權話欺靠。係啦，如果我欺靠咁，點解我仲喺度嘅？都係個笑點。通常真正的 hacker 都不會生存很久，但如果被人說 hacker 那些 是不會立刻被人封。那不是的，那我記得玩 BF5 裡面，我看到一個朋友他說什麼，我很久都沒玩過 BF5， 但是不知為什麼忽然間被人 ban 了，被 Fair Fight ban 了，意思是說你無法使用戰利5任何線上功能，如果你覺得這個訊息有錯誤的，你可以去到 GA.com 裏面反映。咁但係心諗呢啲咁嘅情況唔 ban， 唯一一個可能原因都係因為有人用咗你個 account 出 cheat， 通常出親 cheat 嗰啲都會俾人 ban， 真係出 cheat 喎，唔係俾人話嗰啲係咁。喂，假設俾人話嗰啲都俾人封埋，咁呢個世界玩完嘅咯，冚棒俾人話 hack 卡，跟住後屘個個俾人 ban 曬。啱啱銅鑼灣有遊行，後尾警方施放出去大驅散。
我啱冇，我啱個班群冇咗消息定咩啊？聽日5月25號，如果你係呢一屆畢業，唔係呢一屆 DSE 考生嘅話，你只需要喺七仔出示你張準考證，可以免費飲嘢。係咪真嘅？聽日我真係出七仔試下先，帶咗張 admission form。